你刚才敲那一下，敲那一下他就走了，就敲那一下就走了。你还，你敲，我的手这样子，你敲这一下，哦、敲这一下我就走了。你要缠上来，所以就是说，不要一下就夹，不要夹。我们要的是什么？我们利用的是什么？他的力量进来了，是不是？他力量进来了，我利用的是这个，我利用的是这个，哦，听不懂，而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这个是硬的，这是硬的，我这样子它可以变化，它可以抗，是不是？可是我这个是这样子，我就缠进去了，听不懂？这是缠绵，缠绵，听不懂？所以我如果是这样子，他来还是一样。你看，我还是这样子。你看，这边让吗？这边让变成这样子了，这样子就变成这样子。听不懂？是缠。啊，大概理解。理解哈，练一个缠法。理解。啊，好，来。